哎呀，这表多精致啊，这得老贵了吧？嗯，你干嘛？啊，那没事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尝一下几点了。呀，你妈给你发消息呢？啊，来给我，我看看。儿子，听说你谈了个女朋友，带回家看看。我不去啊，我怕你妈不喜欢我。不会的，她没那么高要求，是母的就行。你这是谁的墨镜掉这儿了？啊？没有人认领啊？没人认领，我自己戴了啊。哎呀，这还得是我戴有份啊，毕竟气质这一块咱拿捏得死死的。来，你把这个水倒到这个槽里面，往这个里面倒，往这个里面倒。哎呀，这瘪犊子好像听不懂我说话，看我手势，往这个里面倒。哎，往这个里面倒。我去，跟你沟通咋那么费劲呢？看我手势，倒这个里面。哎，倒。来，你拉我一把，有够了，不有了，把你手给我，一起使劲啊！来，上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去你的吧！我以后少吃点，吃那个猪一样。哎。小老弟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扔，我接着录。河北吴彦祖，请赐教。你快点啊，别墨迹。那接着。好嘞，谢谢这位爷。给我带的啥好吃的呀、啊？来，我尝尝。我不会喝这玩意儿，酸不溜丢的。你这样，你到那边小卖部给我买瓶2块钱，去吧。各位看好了啊，我给大伙来个绝活。没事，小失误，小失误，不疼。早上吃的蟹黄包，中午吃的酱肘子，晚上吃什么好呢？你老看着人家干什么啊，死鬼，信不信人家拿小拳拳捶你胸口。你看啊，我给你模仿个大猩猩。不错，模仿的惟妙惟肖，非常好非常好，我都忍不住要赞美你了，非常的不错， good， very good。你救过我太爷爷的命，他老人家临终前吩咐我们这些做子孙的一定要给你养老送终，可是这都200年过去了，你啥时候死啊？看到你我都发愁。喂，你给我来一口啊。哎呀，你给我来一口啊。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？这么没有爱心啊，没有天理啊，我都哭这样了你都不给我吃，你还是个人吗？